吗？你是要冲进去他们里面，还是你是我想要去冲一步？哦，好，好，因为现在不太好呢。OK， 为什么你们刚刚说为什么技能有 CD 啊？它不是那个，它不能一直买是不是。闪电异形，它一个人只能学三个技能。哦，然后你丢完之后，它一段时间会再回来。嗯，哦，然后回来之后就可以用了，这样子。对 ，OK， 了解。换个食物，肚子饿了。巧克力，有有，我在吸引他。巧克力是哪里？再来看。什么？快往下挖了。嗯，挖到下面去。嗯。再挖，然后再引那个。对啊，射掉他了。他跑去地下矿坑的。对。小心。没事没事。那个发光看着好可怕。可惜。我刚刚强武功射在他身上应该很痛。嗯，没事。可惜了。没有把他弄死。啊 ，Siri 不要跑出来啦！小心小心小心！没有把他弄死，Siri 你有把 news 的资料什么鬼？哎、欸、，Siri 真的很奇怪，就跳出來。对呀、啊，哦，Siri 有时候真的太敏感。小雨后面这边，你们有要稍微进攻一下吗？我在追他了，我在追他了。OK， 他在跑。哎、欸，我掉错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还活着。我也不掉，拍谁？不要紧。你有受伤吗？你是被什么？没有，我是那个他放技能。OK OK。你知道我刚刚怎样？我刚刚想要换弓箭射，结果还没切到弓箭，我就丢了一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不对，现在是陨月，现在是陨月。哦，对呢。哎，现在是陨月。我怎样？我刚干嘛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获得一个无敌书，丢掉。你也有了是不是？对。真的，快被你们怎不教他怎么使用技能啊？你没有注意，他们可能不知道。对，我们一直捡到书，原来是技能书商人。可能Lumi自己也没有问，他有用啊。哎、欸，那是谁的书？哇哇，我们到底捡到什么？找。无敌跟发光各一本，对啊，哇的，嗯，小雨，我们要先去他们那边挖吗？嗯，好啊，走吧。我现在是巧克力在顾，只是我没有办法挖，因为我的稿子坏了。OK， 可以在右上面，然后杰克。要想办法把巧克力先收掉。对、嗯，他在哪里？他回家里。好，他们其他人不知道跑去哪了。杰克回家了。嗯。你怎么了？什么？点到圣仪，在岩浆旁边。吓到我了，吓死人！丫丫，你可以去挖岩浆块，或是其他之类的都行。嗯，挖岩浆块，你要不要来挖岩浆块？就我在挖这个。OK OK， 可以用炸的、啊，其实。巧克力跑到他们二楼了。因为他用炸，他下面会一个很大的洞。如果他剩下弄一两个、欸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。对，嗯，稍微绕回来一点。不死！哎呦，小心哦！隐约在。你约在哪？在哦，我发个光。你在他们家上面。哎、欸，你的妆坏了哦，那个小雨。好。妆坏了。是上个。小 K 在我这边。嗯。射不到啊！所以你约在哪里？在他们家上面。二楼吗？小哥医生啊，他有金苹果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，小哥回去了。嗯，好，鸭，你可以继续挖，你可以继续挖，不痛啊，不会痛，不会痛，不会痛。有了，隐约在二楼。
嗯，阳台跟我对射，你可以继续挖，继续挖，继续挖。没有，我也觉得刚那个。嘿，我在跟他对峙。麻烦你牵制一下了，我忘记踩他会痛。你会蹲的。对对，我刚刚踩上去。小心，他在瞄你哦。我知道，我躲在后面。射到音乐。他们可能要过来了，我猜。没有，他们现在四个都在家里。OK OK。哎，这挖好快哦！对，那个挖好快。他们现在都在家。有看到。我要跟你一起冲吗？感觉可以跟你一起冲。小雨吗？是。死人！死人！死了！冲啊！死卢米啊！差一滴，差一滴，国王差一滴。哎，国王差一滴，又要进来，又要进来，他差一滴。来了。好，哇！来了来了。哇，来不及了。死了。好吧，这样我现在进去好像太晚了。现在进去太晚了。应该晚了一步。嗯，我先继续挖我的熔岩。好，你继续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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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挖。我空降物资，五个手榴弹。这个是在干嘛？没有我嘴巴灌，吸嘴巴。哎，或者是泱泱，你可以哦，好好，没事没事，泱你继续挖，那个小雨去那边可以。嗯，我去。哇，他们也在玩厄运水晶了。繁星小心哦！剑齿龟鳞活尸，嗯，活尸是僵尸哦。对，等一下是隐约在玩，是隐约在玩，开爆炸，是隐约在玩。等一下，两个他们，等，哇，有点痛，哎、欸，还其实还好，没事，有点难炸到他。对，因为旁边有两个人在送，射到了，失明了，三十秒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管理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有人跌出来了，有看到了，哎，有人跌下去了。我先拉回来一点哦，等失明消失再冲。哇，又在扣我们的分数，他们也太欧了吧，一直甩到分数，狂扣分，我应该会死哦。杰克剩六滴，他们失明啊，他差一滴。啊，我们也失明，大家一起失明啊！大家一起失明，太暗了。我需要盾牌。有人把小雨拜拜，哎，不是，巧克力拜拜。等一下，拜拜，巧克力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，他刚刚跟我打，可恶。有人把活尸处理掉了吗？还是除了啦，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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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ay, 我想说，如果失明突然看到我，应该会猝死。吓死！没事啊，巧克力的装备掉到岩浆里啊，除非他们又有再附一套备用装我又在有点累了，我眼睛好痛。我的你是把油你们如果需要那个需要听眼再跟我讲，我听也好。你月雷有死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在他们家二楼楼上。哎，巧克力死了，好，然后没有弓箭了，尴尬。我看看哦，其实还有五个手榴弹，只是我找不到时机丢。巧克力在你旁边哦，巧克力在你旁边哦。嗯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哎、欸，干了，小心，小心。哎、欸，你们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来我了，你退一点，欸、你退一点。哎、欸，我退了，我走喽、啊。观众们什么都没看到。哇，他们全部都攻过来啦！哎，小心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哇、哦，一堆手榴弹！哦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 ！No， 你快跑！没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跑走。你是刚杀进去吗？我们没有，他们追过来，他们全部都跑过来了。哦、我刚刚是追着隐约在打、嗯。对啊，就其他三个。有没有炸到啊？我去买一下金苹果好了啦。去买一下去啦，下去啦，下去啦！有，是你丢我们哦、喔？有，不是我丢啦，没有啦，有是对面丢，有，我刚刚是拿弓箭，哇，你的箭会爆炸哦、喔！对啊，那已经改掉了哎、欸，我有特殊的那个，大家都打到掉装，哎、欸，战斗补给包。
打 call。你要先升级，你要先升级再升，啊，再买哦。对啊，你要不然你衣服会是那个。啊，十块，好贵哦。这边死成一片。影院在那边爽色，快点。对啊。影院在哪里啊？在对面对岸爽色。对对岸。我们那边打架，是不是有人来了？一个人在那边狂射。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哎，你先打洋洋，让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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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你怎么打输啦？什么啦？为什么啦？到底哦，赶快去打啦！不要啊！有秀起来了。我陨月的弓比我弓的技术比我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小鱼在打洋洋，我在旁边加油。好啦，辛苦啦，今天就开台在这边啦。我的眼泪一直流，好痛哦、喔。笑死。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哇，你会关心我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哇，怀疑。会啊，怀疑啊。哇，现在关心都不行了啦。对啊，还要经过人家允许才能关心别人。我可以关心你了吗？不然会上靠背板。哎、欸，可以啊。欸可以啊，我先讲一下我的密码是多少。哎、欸，你不按准备哦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我是国王了，我忘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懒退的？哇，哎、欸，凶巴巴，又砍人又送头，哇，又砍人又送头，你就神经病啊！啊，不要阻止我呀、啊！自己就哇，我不要活了。可是你自己说你到底买了几本技能书？我买了，我们这边捡到两本啊，我们这边捡到两本。他就跟你讲，不用买那么多。哇！你自己也说技能是不是只能三个？你就说是嘛？我要一次买两个吗？难怪他说什么钱那么少，你都拿去乱买书。你们小鱼一直杀我！哇！小鱼怎么是杀人家？小雨怎么杀人家？我想回家，你们都不让我回家。小雨凶巴巴，你不凑近点？我们不好了吗？这还一直装，对啊，你知道我们整个都以为是露米是间谍，然后还把露米的钱全部都拿光了，就很爽。明明就是你们一直拿一直爽，超坏的。还好吧，我帮他管钱啊。啊！焦虑，你看你给他钱，他就只会拿去买五本技能书。你技能书感觉很丢啊！笑死！没有都没有啊，就是很帅气，有没有？买了那么多书，嗯、也拿不到奖学金，不要给他啊！考试第一名啊！太痛了！不累，我的操！笑死！臭间谍交易，臭间谍杰克。我没做到什么事。哎、欸，你让人，你让洋洋说要剪你鸡鸡耶。哈哈哈哈哈！乱讲哎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有讲团团有没有？好像有哦。他有说剪你鸡鸡哦。你这样我剪你鸡鸡哦。是有多气啊！你看，等一下，听我解释的时候就已经我们也没有说要剪间谍的内内啊。太过分了！我是说剪杰克的内内。杰克好可怜哦。杰克真的对了，因为他的隐形过去，然后你们就刚好发光，他一点事情都没有做到啊。没有，他们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有隐形兵，有隐形兵，赶快赶快发光一下。”然后我就看到他走进来，哦，好，你怎么看得到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看得到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冲到你们家，发现你们有人隐形，我就说赶快赶快发光发光，有人隐形。然后我们就好发光发光发光。你看间那个杰克已经是双面间谍，这样抓到啊？是啊，好了，你还有我支持你啊。可是他没有啊，要怎么解？最坏那种。我的密码是多少？什么密码？合并聊天室的密码。合并聊天室。杀人魔。退取跟 YT 的聊天室。杀人魔，坏小子，臭贱。哎、欸，他也是一直死。哎、欸，不过他前面演的很成功啊。你说谁？小雨啊。嗯、他是弄分数啊！对啊，我很认真耶，都是该死的选举日
全局运太过分了，也是啊，什么都不能演了啊，真的超会的。我一看到全局运，我就想过啊，算了算了，买买再炸，算了算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坏，坏，对吧、啊？如果不是新人的话，你还可以假装一下、啊，就是他啦。他就一直抓新人啊，我就一直觉得小雨超级可疑，然后小雨就一直说是 Lumi。明就是你自己说的。对，你刚刚口气。绿卡保护费？怎么会？我还帮他买绿卡哎、欸！你是我黄金卡，是买绿卡哎！你从一开始赚钱就一直卖人家的黄金，还嫌人家的黄金水很慢。哇，会的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就钱给他买五本书。我用心良苦啊！抓到。买五本书没用啊！快笑死！难过。我们也是从头怀疑杰克，怀疑到尾。他们就说：“啊，哪有？没有，明就是你。没有，我怀疑你好吗？他们已经投完一次。我到刚刚结束还是怀疑你是间谍。不要欧别乱恭维。就是有这种人啦。哦，哎，我挺兄弟哈。我相信我朋友不会出卖我。你看你，然后就被杰克打死了。他不是你朋友，他不是我朋友啊。我找密码，都这样子的啦。怎样啦？你到现在还是不是？你下次见到我一样是说认不出我声音啊？怎样？都这样？不会啦，哪不会啊？你已经讲不会啦，第三次了、欸。记得，记得了，真的记得，真的。最后一次观众常在 RC 了，下一次都会用到 DC。哇、嗯，然后现在也是都会计次哦，就是以新来玩的人优先，没玩过的优先的、啊，所以一样不要害怕，嗯、好不好？为什么要点名我啊？不会没有游戏体验的、啊，不会被打爆，怕你会怕、啊，怕你会觉得观众很坏，嗯，讲乱捡东西。等一下，之前说观众坏的不是你们吗？你啊，没有没有，一定跟我关，我就 RC 让他们来了，拜拜拜拜拜。来选对吧，该选对的先来选对哦。对，好了，好，好，吃完晚餐了，太快了吧？又要叠这个？对。今天就这样，好，简单。我要让他们失落啊！就这样哦。啊，好坏哦。啊，就这样哦。那就干脆全部连起来，有没有？这其实也有十二跳，也是蛮麻烦的。连跳就还好，对啊，啊，啊，这么的简单吗？啊，全部连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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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没有跑酷，今天没有跑酷，今天没有跑酷，累了。假装有跑酷，结果就、啊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等下来看一下他们会不会在那边蹲着慢慢走。哎、欸，不是起疑心了吗？上面要放点指令方块，假让他们起疑心，等等等，不知道怎么放、啊。你下面你可以下直接去下面复制指令方块来拿，对吧？这个，好好好，然后什么？没有，你要放在上面，因为像他既不是放在上面嘛，头顶是不是？对啊，放头顶、你们好坏哦，就是玩那个星际战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我要让他们觉得说哦。